担心招委制，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群组当中，包括上一届委员跟这届委员，我们有做过一些的讨论。我们当然也觉得说它是可以讨论，可是这件事情不在于单一招委制它到底该怎么样的运作，我们是在讨论到说民进党前后的标准到底是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从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个切入嘛？单一招委制当然对于在野的委员来说的话，我们认为如果是双轨的话，你不会赢者全拿。以国民党来说的话，我们在八席委员当中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我们通常可以拿到七席，七个委员会的招委，那表示我们有排案权，我们还有一些主导的权利。那这对我们一些所谓跟执政党比起来，像过去两届我们都只有三十几席的委员当中，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双轨。那单轨的话，就是民进党绝对是他们在2016年他们已经大胜，而且他们预料他们未来真的是他们可以做好做满，好不好？他们都认为他们可以永久执政了，来完全就是让天下太平了。所以他们那时候当他们提出来，而且他们用过非常多的这个国会制度来告诉大家，其实单一招委才有办法让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所谓的招委，他能够因为是权力大，但是他也负起最大的责任。所以万一有任何的事情的话，就找这个委。这个招委就可以了，那是不是可以？德国是，可是德国制度跟我们台湾实在是差太多，你不能把两个的基准点拿来做，别人有我们也有，别人那个 GPA 多少钱，我们多少钱，你怎么可以拿来做这样基底的比较？所以我只能说，这是不是可以讨论？以我们目前来说，我们这今年来说的话，我们可能愿意一搏，但是这都不是讨论的重点。现在重点，有人真的去讨论说单一或是双轨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今天是讨论重点是说，谁讲出来是单一，而且代表个人意见，这人才是被炮轰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只是声援一下，就说不应该是如此，然后拿出来这个过去柯建铭讲的是一回事，今年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当初你讲的时候，就好像大家认为就是应该给你拍拍手，然后今年你讲的时候，大家就反而是大举的来挞伐，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当然是政治的因素存在嘛，所以我刚刚特别尊称尤院长为长子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腹背受敌，他过去没有当过立法委员过，所以他当立法院长这四年，他真的是潜心学习，旁边又有人，表面有人指导，地下也有人指导，他就好好的把这个规则顺势把它完整。有些时候吵得太凶的时候呢，他还会稍微以长者的身份来讲一句话，说告诉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委员这个删减预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他只不过就释出一点善意，我们国民党就已经非常高兴，好不好？那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。那现在又是不一样啦，现在因为这绿营里面特别是很多的名嘴里面，后面有排两个人，大家很希望我们那个龚川的也当出来了哈。那个龚川他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如果觉得他当初那么厉害的话，就应该把他往前去排啊。对啊，你到底是利用呢，还是重用呢？对不对？利用跟重用都讲了，就只差一个字啊。你到底是属哪一个？是重用还是利用？还有陈俊翰啊。对，陈俊翰。哎，对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必须要提前讲一下，因为不分区的这个所谓的政见发表的时候，我代表国民党，我前面就有一个万老师在讲。他最后就用一个非常感性的语言，我们的不分区就有一个声长讲了非常的多，然后讲完这么多之后，他讲完就会觉得大家觉得哇，讲得太好了，好多文青的语言，这陈俊翰是多么伟大，这就是我们选择不分区的标准。我们在场每个面面相觑，阿夏你搞啊，为什么他排在你的后面？你比你跟他搞，为什么由你来叙说这位伟大的人物？对，为什么是你来叙说呢？主角就在后面，为什么不把主角放在你的位置里面呢？这不是很矛盾吗？这就凸显民进党就只有一种，就只会做表面功夫，真正实质上就要去做的时候，他会顾虑东顾虑西的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身障人士的实质的尊重，我觉得以这次不分区的排名来说的话，你就显现出来。所以你看那王义川这个部分里面，我不晓得王义川的自己的意向是如何，我想他也不敢太嚣张的去说要换掉这个院长，但是他旁边就周围就有一些友军啊，就有一些战友啊，不断的来这样来哄啊。我觉得把这个尤锡坤，他以前你看他四年前被对待的方法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，他现在只不过讲一个过去柯建铭讲过的话，就被炮轰成这样子，名嘴把他羞辱到，我觉得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你们过去对院长的一个方式吗？连我都觉得要有个做人的基本的一个态度，而且有院长也没有说他一定要恋战啊，那你到这个时候，哎，怎么现在变成我在帮他讲话？这好像越讲越远，你这样以讹传讹，不要再以讹传讹，怎么变成我们在帮他讲话？因为我们在看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标准这么不正确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你看你怎么角度。如果以单一招委的制度来去看的话，我说实在的，以目前台湾国会的生态，我们个人认为
有必要讨论的一个空间，因为你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在野党里面，他如果我们在野党如果像国民党这样子，我说实在的，大家以过去王金平的例子或过去的例子稍微还会去尊重，因为我们认为是这样。以民进党如果你全部都让他去拿八席，全部让你去拿，那我觉得这个国会就不要玩，就自动宣布关门了。所以说你要弄单一，你要看是谁执政，如果你执政者是这么阿爸，什么都是以你为一个标准的话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我还是强调，单一或是双轨都不是这次讨论的重点。我觉得单一纯粹就是对准了黄国昌提出来，他认为这是国会改革，所以他们八席是永远做不到的，完全做不到，他们可以担任那个单一的一个招委，但是他们拿出来就有叫板的空间。那游锡堃反而是赞同，然后造成他背后他们所有的民进党的这样群起炮轰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上彼此之间的消长，我觉得这才是应该要观察的重点了。这个第一个，我觉得不要小看游锡堃。哎，为什么？当年游锡堃也曾经哦，是被在那个民进党内千夫所指哦，那个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八爪戏不是在之前这个扁政府的末期，那时候游锡堃第二次担任行政院长，哇，那时候还当党主席，众叛亲离呀，然后呢，他搞的这个全党内各派系都要修理他哦。我想游锡堃最大的特色就是人缘不好。哦，这个现在这个氛围跟他过去在民进党内的氛围非常非常类似哦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游锡堃过去本来他已经在民进党已经快要退休了，对。结果呢，他是怎么样逆转回，就是说从这个政坛我们讲回春哦，就突哎，他本来你还记不记得他2014年他选新北市长，人家叫他什么？五府千岁，对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太老了啦，该退休啊。那时候讲，哎呀，这个老牛哦，这个赶快退休了。哎，没想到因为只输这个朱立伦不到50,000票哦，哎，这个马上火起来了，只输一点点，因为那天两万票，两万多票，就是、因为那天我在他的竞选总部，非常小，他那个差距非常小，所以游锡堃水牛波火起来了哦，立刻网络声量大涨，没有再也没有人叫他这个五府千岁了。从此他在政坛、欸、就那个政国会系统游锡堃就变成一个精神领袖，然后呢再加上4年前哦进入国会变成立法院长哦，然后呢在国会啊外交等等的去创造他的个人存在感，虽然老实说他在党内人缘依旧不好，讲几遍哦，但是他好像连政国会内都不好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，赖清德信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浓浓的本土价值。对对对，就关键在于那个正常国家，他那个政国会叫做正常国家促进会，哦，正常国家哦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符合赖清德的这个价值的。那至于同属政国会的王义川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逼宫我们的政国会的精神领袖呢？这个哎，政国会老大居然被一个小弟，然后旁边人要去帮那个小弟维持说，哎，你可以退，你可以退了。这其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啊，但是我想这个也就是绿营自己的用侧翼网军媒体造出了一群怪兽。我必须讲，这就是侧翼网军媒体的现象制造出的怪兽。王义川有没有能力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哦。因为等一下我们如果讲到台中捷运，我们可以讲他的故事，对，可以讲他的故事。但是呢，这一次他只是因为在政论节目上面。变成了好像是这个打国民党的这个第一线的这种所谓的攻击手，就变成好像他很重要，哦，非就抢救他不可。老实说，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真的是抢救那个陈俊翰都比他有意义，对，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真的，民进党哦，如果把陈俊翰放在前面哦，放在这个前五名，我都觉得不为过，因为第一个可以检视这个立法院的无障碍设施。哦，这过去国民党也曾经提名过，包括以前的什么郑龙水啊，这些就是每次都要有这种所谓的身心障碍者进到了立法院之后，就能够让立法院整个生态改变哦，大家就会重视说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哎呀，这个新的一种障碍的状态，然后呢就会让比如说像以前郑龙水来的时候多了导盲砖哦，然后呢这个杨玉新来的时候哦就会有那个升降梯哦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包括这个质询台哦，以前质询台会有一个那个台阶，你要站上去。后来这种杨玉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拿着无线麦自己坐在，就直接在你的这个轮椅上面就可以直接咨询哦。所以有很多种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整个国会生态变得比较多元化。所以当今天王义川去逼宫，为了让王义川当立委，
而逼宫游锡堃，让游锡堃没有院长，你连立委都做不成。这个氛围，我觉得对游锡堃来讲，他现在是面临四面楚歌啦，四面楚歌。所以他，但是游锡堃一直都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你看他今天贴出来的东西，他贴出来的东西是黄国昌贴出来的东西啊，糟糕了，他现在已经变成是拿民众党的这个论述来打自己党内了，糟糕了，大忌了，大忌，对，是大忌。所以我前面讲说，游锡堃现在可能要担心的是，会不会有人故意盖错啊？哦，会变成民进党自己内部有人跑票，不想给他51票全拿。哦，我们先不管民众党怎么投，但是可能连民进党都有人受不了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。